好，我是娟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勾结这款小乌龟。大家看一下，非常可爱的一只小乌龟，尤其是两个眼睛，对不对？非常可爱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两只小乌龟呢，它是可以站住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可以这样站住的。如果想把这个头朝向左边的话呢，就把眼睛安装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想把头朝向右边的话呢，就把眼睛安装在这一面就可以了。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超级可爱的小乌龟。首先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小乌龟的头部，我们来起针，把线用手指一圈拿下来，左手把线搭好，换左手捏住交叉处，然后勾针穿进来，把线绕住拉过来，然后呢再用钩针把线绕住拉过这个小线圈，这是一个辫子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在圆环里面开始勾短针。第一圈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，我们勾第一针穿针，钩针压住线拉过来，然后呢钩针绕住线，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，针眼呢是一个 V 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针眼非常明显的，以后的每一圈的第一针都必须做好标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二个短针。首先我们在圆环里面穿针，钩针压住线拉过来，然后呢钩针绕住线，同时把两个线圈穿过来，这是第二个短针。第三针穿针，钩针压住线拉过来，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。第四针短针呢，我们是用字母符号 X 来表示的，第一圈我们是勾六个短针，也就是 6X。大家看一下，勾好六个短针了，对应六个针眼，然后呢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，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那么我们用的是螺旋钩的一个针法，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不用进行连接，我们直接开始勾新的一圈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二圈。第二圈呢，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加针。短针加针呢，我们是用字母符号 V 来表示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，勾上第一个加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横着穿过这两根线，这个是针眼的部分，线尾横在一侧。先勾好第一个短针，做好标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，再勾上一个短针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一个加针，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二个加针，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，勾上两个短针，一针，然后呢再勾上一针。好，第二个加针就完成了。按这个方法把后面四个针眼里面都勾上一个加针。大家记住，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，我们用字母符号 V 来表示，第二圈就是勾 6V。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由第一圈的六个短针变为十二个短针，对应十二个针眼。大家看一下，第二圈正式完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三圈。第三圈呢，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。我们来勾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，勾上一个短针，做好标记。接下来呢，
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，勾上一个加针，勾上一个 V，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这是一个组合，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。接下来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，然后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，第二次就完成了。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隔开一针加上一针，按这个方法把后面四组全部勾好，隔一针加一针。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勾好之后呢，就会由第二圈的十二个短针变为十八个短针，对应十八个针眼儿。每一圈都是加了六针，最后一针呢肯定是一个加针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第三圈正式完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四圈。那么第四圈呢，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。我们来勾一下，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，做好标记，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，然后呢我们在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，勾上一个 V。 大家看一下，两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是一个组合，一整圈呢需要勾六次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二次，第四针里面勾一针，第五针里面勾一针，然后第六针里面勾上两针。好，第二次就完成了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隔开两针加一针，我们再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。那么我们这个第四圈勾好之后呢，就会由第三圈的十八个短针变为二十四个短针，对应二十四个针眼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第四圈正式完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五圈。第五圈呢，我们是按照三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的勾六次。我们来勾一下，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，做好标记，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，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，隔开这三针，然后呢我们在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，勾上一个 V。 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三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一整圈上需要勾六次。我们继续勾第二次，隔开三针，这三针呢占据三个针眼，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第二次就完成了，按这个方法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。我们这个加针呢是非常的有规律的，对吧？隔开一针，隔开两针，隔开三针。那么大家一边勾一边学着看这个钩针的编织图解，这样的话呢，后期我们就可以看着图解独自勾编一小部分。短针呢是用字母符号 X 来表示，加针呢用字母符号 V 来表示，小括号里面呢是一个组合，后面的数字呢代表重复勾几次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第五圈就完成了，变成了三十针，对应三十个针眼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六圈，第六圈呢我们是按照四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。我们来勾一下，也就是隔开四针加一针，第一针勾好之后先做好标记，然后第二针，第三针，
第四针占据四个针眼儿，然后呢我们在第五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，勾上一个 V。 大家看一下，四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就是一个组合，这一整圈上需要勾六次。我们继续勾第二次，四个短针，然后呢一个加针，第二次就完成了。按这个方法呢，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，那么我们这个第六圈勾好之后呢，就会变成36个短针对应36个针眼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第六圈正式完成。那么勾好之后呢，接下来的第七圈到第十四圈，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勾这36个短针就可以了，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。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，不加针不减针，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就可以了。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，还是勾原有的36针，每一圈的第一针必须做好标记。大家跟着我呢，一直勾到第14圈。